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，你别往这儿晃呀你！行，别动！哎呦，行，给你们，给你们，行啊！各位好啊，我看你们这地儿也不怎么样，哎呦喂，要不然我给你们捐点钱，你们也能吃好喝好睡得好。闭嘴！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我砍了你先吧。 这老头戴了个冬帽吧，然后他边走边山，热死了，还好戴了个帽子出来，不然就热死了。不好笑。你就这么点钱，还想跟我们修房子呢？ 我看小娘子姿色不错，要不便宜哥几个？老实点！这几个小毛贼倒是不足为惧，但我若现在动手，乌兰怕是会知道我的身份。要不先想想别的办法。完善时候卖那窑子里，能不能换这个钱？呸！不吃！ 要钱就要钱，欺负姑娘算什么本事？啊！